我们的生活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台山周刊，走进文化长廊，品味非遗巧想。赤溪镇是台山唯一的纯客家人聚居地，在那里流传着一种极具乡土魅力的民间艺术赤溪客家山歌。作为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，曾子平用数十年时间走访收集山歌曲目，古稀之年仍坚持采风。本期节目我们走进曾子平，感受赤溪客家山歌背后的敲响情。这天曾子平要去拜访一位旧识，还未见其人便先闻其声。那人用嘹亮的歌声打趣曾子平，同行的友人也不甘示弱地亮嗓。过去这样诙谐风趣的山歌对唱在赤溪比比皆是，如今却难得一见。那条村和那条村好多人说佢唱唔得，要揾你唱啦，你對佢啦，我啲都唔識啊，要你唱啊咁樣啊，唱人嗰啲，唱人嗰只唔夠啦，你走啦走啦走，睇到我哋打人咧，好傷嘅佢啊，細蚊仔我都慢慢都去睇嘅。赤溪客家山歌是一種以口頭文學的形式抒發內心情感的民間藝術，自古山歌從口出。赤溪客家人爱即兴演唱，常用山歌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褒扬真善美，鞭挞假恶丑。赤溪客家山歌有多种唱腔，曲调优美动听，歌词随性押韵。2018年，赤溪客家山歌入选为台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。今年75岁的曾子平就是这项非遗艺术的传承人。作为土生土长的赤溪客家人，曾子平对山歌的热爱仿佛刻进了他的基因里。自记事起，他就对赤溪客家山歌抱有浓厚的兴趣。那时人们唱着古老的客家土谈，一些逗趣的字眼只有当地人才知晓各种深意。暗夜暗夜唱歌要跳舞啊，跳啊窄窄的弦槽，窄窄的琴弦槽嘛，窄窄的云弦要苗条咯。而家唱个客家话完全唔加唔同啊！而家你改编啊，写个云诗嘛，啊身体健康嗰啲，身体健康嘅写唱乐系嘛？佢咩？云弦身体嗰云弦唔同。暗夜暗夜咩意思啊？暗夜唱歌要跳舞，晚黑。慢黑慢慢到去唱歌要跳舞，跳啊扇一个呢呢，跳啊一个只只跳啊云扇，啲扇材好苗条，好靓，客家话就搞嘢。据史料记载，赤溪的客家人于17世纪从中原迁入台山，距今已有300多年历程。赤溪客家人大都简朴耐劳，终日作业于田野山林之间。他们没有男主外女主内的严格差异，仍保存着古代中原人的风气。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源流下，唱山歌成了男女互诉衷肠、劳作时自我排遣的大众化娱乐。改革开放以后，文娱活动日渐丰富，乡里年轻人外出务工，赤溪客家山歌也因此经受了流行文化与经济需求的双重冲击。
啲開放改革以嚟嗰啲後生仔啊，出去做嘢啊、揾錢啊嗰啲，好少人喺屋企嘅嘛，全部喺屋企都係學生同埋老頭。嗰啲後生仔，你如果學生嗰時代咧，你俾佢唱下唱下唱下，聽日佢咪有興趣咯？佢可以一度一度咁傳落去，唔失傳啊！而家全部講普通話咯，講落冇以前嘅。以前的土壇嗰啲唱唔到啊，而家唱啊冇意思咯。而家打啊啲後生又唔認學咯，係嘛？啲咁多年嘅文化傳統唔傳下來。那時曾子平正值壯年，肩負家庭重擔，為一日三餐奔波的日子里，唱山歌是他唯一的慰藉。歌詞通俗，却承载着他的诗与远方。眼见赤溪客家山歌陷入西盛今衰的困境，曾子平深感惆怅与惋惜。记忆里的袅袅乡音，似乎正随着流年逝水弥散在车水马龙的市井街头。曾子平意识到，身为赤溪客家人，他必须直面传扬本土文化的担当。我想而家像嗰只老客沙山歌嚟讲嘅绿咗呢个跳绿眼嘅。上世纪九十年代末，曾子平循着儿时的印象，走访村里会唱山歌的老人，向他们学习不同的唱法和曲调。数十年来如一日的采风创作，他熟练掌握了赤溪客家山歌四句和五句七字体，并在长期的演唱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点。2001年，他参加台山市艺术节汇演获二等奖，2003年获台山市建设杯汇演优秀奖。2018年，在镇委镇政府的鼓励支持下，曾子平积极参与赤溪客家山歌的申遗工作，呼吁周边群众关注这项濒临失传的文化遗产。我们这个台山市你的赤街镇从事这个文艺咯，是吧？从事我个感到，哎呀，啊，想着我个做个人。啊！一天把呢個文化，呢個古嘅啦，唱嘅客家新歌啊，會傳下去咯，自己努力啲咯，要咁樣咯，搞好佢咯，搞好啲文藝嘅咯，我想咁樣咯，唔好失傳咯，我失咗傳，我傳到下嘅幾百年嘅歷史，你遺留下來咯。非物質文化遺產作為保護它是非常關鍵的。我们像我们作为老师，一开始我都不知道这客家山歌有这么好，我也是听说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所以我们就会遗产我们就很重视了，首先你在思想上你要重视它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们就开始研究它，研究它之后你才会发现它的乐趣，它的好的东西，慢慢，好像慢慢我都快成客家人了那种感觉。在抢救传承侨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路上，曾子平结交了许多大隐于市的歌友，也遇到了痴迷赤溪客家山歌的同好。邹云渊来自江西，1996年到台山教书，2017年调往赤溪支教，现为田头小学音乐老师。台山市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公示后，他开始接触赤溪客家山歌。历久弥新的山歌文化吸引着痴迷音乐的邹云渊深入挖掘，在这个过程中，他拜访了赤溪客家山歌传承人曾子平，俩人一见如故，对山歌传承课题的探讨也是一拍即合。所以传承老的客家山歌这个重要性就在这里，能够把古老的精神客家人开拓进去走遍四方甚至海外的这种精神，通过我们古老的客家山歌传给我们的孩子，这是最重要的。作为人民教师，邹云渊深知除了教授课本知识之外，让孩子们认识到地方历史文化的厚重与珍贵，
也是他所肩负的使命。秉持着一颗赤诚初心，邹云渊积极加入赤溪客家山歌的传扬队列。在进行文化调研的过程中，邹云渊发现当地人在进行山歌活动时普遍存在不记歌谱的习惯，这很大程度上阻滞了赤溪客家山歌的传承与发展。也就是说意味着你没有留下歌谱的话，很多人就是他们那些老人家演唱下来的东西都没有保留，如果他们去世的话，这些东西也会随着他们而消失。所以后来呢，我们就想我们就自己来帮他们记谱吧。就这样，邹云渊与曾子平达成共识，俩人成为了赤溪客家山歌的书写者与记录者。邹云渊背着相机走街串巷，用镜头记录赤溪人的山歌活动，曾子平收集古老的赤溪客家山歌曲谱进行填词创作。不仅要把它形成一个文字的东西，因为到以后在交给小孩子进行传承教学的时候，我们不仅要整理一些文字，我们要形成教案，形成课件，把这些东西要整理成系统的东西，我们才能教学。如果说固本溯源是赤溪客家山歌传承有序，那么更迭开拓则令它汲取了源源不绝的生命力。古老的客家土坛具有地域的局限性，拔高了群众接受赤溪客家山歌的门槛。为了让这项非遗艺术在年轻一辈中得到延续，守护山歌文化数十年的传承人、初来乍到的年轻教师以及广大业界人士纷纷出谋划策，致力于开创赤溪客家山歌的发展新局面。首先学那个改编先，慢慢要将学那里学熟先嘛，学熟就改编唱老客家山歌的，咁样唱几句佢都好笑呀！我唱老客家山歌，佢哋使乜哈哈笑我嘅。改编后的赤溪客家山歌，保留了当地人熟悉的、具有地方特色的前奏，调和时下年轻市场欢迎的流行音乐元素，把反映新时期精神内核的唱词内容注入到新潮的山歌表演中。如今，人们耳熟能详的新版赤溪客家山歌，既保留了传统客家文化的精髓，也能引发时代共鸣，更易于传播。改善到啊，可能改善到啊，用你去讲啊，嗰年轻人啊去讲啊，唱客家山歌点样，以前点样讲嘅，佢学嘅。可能學嘅，好多人都學呀。唔過，呢村啊，嗰只後生仔啊，唱客家山歌好多啊。我條村有好多唱啊，好多唱。佢就去賣魚啊，佢都唱嘅，佢賣先，佢都一路唱去啊，砌車啊，嗰啲啊，去走公路啊，攞個手機啊唱啊咁樣噶嘛。不仅要是学校传承、社会传承、家庭传承，你像客家人有一句话很好嘛，啊，宁可卖掉自己的田地，都不能丢掉自己的语言。再加一条，不要丢掉我们的客家山歌嘛。近年来，赤溪镇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所，强化与学校、民间老艺人的联动，大力开展客家山歌义演活动。利用垒塘湖等大型文化旅游活动宣传客家山歌，赤溪中小学积极组织山歌文化活动，与名家艺人紧密协作，多次邀请著名客家山歌组合进校交流教学，积极开创赤溪客家新山歌。今年五月，赤溪镇中心学校师生合拍的防疫歌音乐短视频在台山发布首发，点播量顷刻破万，受到广泛认可。一首歌谣刻录年年时光，一抹乡音翻越重重山岭，隔山传情，隔水回音的山歌岁月已然远去，
新赤西客家山歌将带着新时代新使命踏上新征程，将凝聚着侨乡客家精神的接力棒传至更广更远的未来。好，以上就是本期台山周刊的全部内容，很高兴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。如果想回看本期节目的视频，欢迎下载台山融媒 APP 了解更多的台山最新信息。台山周刊记录我们的生活，我们下期再会。